香。OK， 好，这个肉呢，现在有点出水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哈，稍微再给它抓一抓之后，好下去，啊，来。这个时候先建议你们先不要开火了哈，先把肉丝稍微拌散了啊，好再开火哈。这样的话，肉丝呢不容易结块，啊不能结在一起，而且能够炒得开啊。好，再来红萝卜丝。肉丝太多，其实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把它加一点在你的炒板条里面，啊、哦，好，笋子下去，带一点水啊、哦，带一点汤汁，然后呢，来三丝就是，肉丝、红萝卜丝、香菇丝，啊、哦，好，没有问题啦，三丝有啦，来调味，好，放一点盐。一点点的糖啊，好，在烤场尽量不要超过，就这样子就炒就好了哈。超过的动作呢，在烤场是尽量不要有哈，不要去动锅子。好，把后面的辣椒跟葱段啊，然后再去拌一拌。旁边有湿湿的，在烤场用纸巾擦过，啊、哦，擦完之后，手拿盘子，然后呢，把菜盛过来，先滴一下没有汤汁的，再盛过来哈、哦，慢慢来，不要急哈、哦，把下面的先铺平，然后再来，汤汁先不要起来哈、哦，然后把它铺平铺好，铺完整了，啊、哦，圆平底不要太尖，啊、哦。好，汤汁再来，给它一点点，适量的，啊、哦，在盘底上，盘底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汤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哈、哦，这样子。